全新一季帮帮龙出动，这一次要来乌噜噜星球，有最爱恐龙的小梦妮和伙伴也来探险。那是一只剑龙，但是不知道剑龙为什么一动也不动地趴着。难道是太热了？怎么突然刮起风来了？他们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呢？帮帮龙探险队出动，全新一季帮帮龙出动，9月24号早上9:30就在妈妈亲子台。